恶婆婆给钱儿媳，发最孝顺儿媳奖。要是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的话，就来公司帮我吧。我已经在公司的市场部给你留了位置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北子，谢谢你。哎呦，你来当我的董事长秘书吧。笑什么？委屈你了？ 没有没有，我现在干的不错，马上就要升职了，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靠我自己的感觉，还真的有点舍不得，所以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给你三分颜色，你还想开染坊了？哎，这什么态度？在自己公司上班打工，这有什么好委屈的？美姿，不，吴董事长。<笑> 你真的是我们林家的大恩人啊！你救了我们林家，救了天佑，救了我这个婆婆，还救了大姑姐。如果有人说你不孝顺，我就跟谁急。妈，你是要发个奖章给我吗？发，这肯定要发的。